我还有一个方式啊，真的很适合全世界来引用的联谊方式，就是盲目联谊，眼睛看不到了，因为我们现场全部关暗，嗯，非常暗。那当然，我们服务人员要戴着夜视镜，好酷啊！真的是累哦，真的真的这是真的。然后这也有新闻，然后就牵着每一位男男女女到不同座位，透过聊天，你看不到对方的情况下。去认识对方，所以有点像这个内地的中国好声音，我没有听到，我没有看到你，我听到你的歌声，你的魅力，然后就选择对就跟你了。